借问而家几多度？陈海林着羽绒。嗱，寻晚天气又冻翻啦，大家都可能有抄翻件羽绒出嚟着下，所以见到2013年港姐冠军陈海林都着住件超厚长羽绒包到实一实，系唔系好应景呢？但其实我娱乐 CIB 喺大街见到佢同陈国峰、邓佩仪、李佳芯等一齐拍外景嘅时候，天气都有成20度噃。嗱，大家睇下李佳芯连褛都唔使，系咪同陈海林好大对比呢？不过大家都知道陈海林出名瘦噶啦，身房冷亲开唔到工上唔到位都啱嘅。